1713年，伊斯兰教纪元第91年，塔里克和穆萨的会面气氛十分尴尬。虽然双方表面上都互相尊重，但是空气中仍然弥漫着敌对的火药味。哈里发下令让塔里克和穆萨返回大马士革，但他们拒绝听令，不愿意自己的荣耀被抢走。他们将军队一分为二，兵分两路，塔里克北上，而穆萨则朝着萨拉戈萨进去。西哥特当地的一位勋爵意识到我们强大的实力，宣誓支持我们。那位正是穆尔西亚的奥德米尔。穆尔西亚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繁盛的经济，是一位非常得力的盟友。然而，我们却有一位新的危险敌人，他就是西哥特的贵族阿斯图里亚斯佩拉尤。他竟能将本来不堪一击、负隅顽抗的残敌重塑成一块难啃的骨头。在他阿斯图里亚斯的领土中，一支强大的军队正在集结，准备对我们还击。如果我们撑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撑着真主保佑，我们或许可以一路打到塞蒂马尼亚去。我们的军队准备跨越埃布罗山谷，进入塞蒂马尼亚，发动进攻。萨拉戈萨和纳伯纳城邦挡住了我们前进的道路，让他们尝尝我们军队的愤怒。大人，穆尔西亚的奥德米尔向我们宣誓效忠，并承诺定期向我们提供贡品和士兵。
Ebony. 我们会尽可能在战斗中协助你。 Ebony. Here.
Ebony。What must Ebony？冷玩吗 ？Ebony。A leader had the Meshmef, and the Meth Silla, Meshmef Luxa Hanna Mazul Ebony. Here, Ebony Mazul.Ebony, Nakwama. Ebony, Ebony, Ebony. A leader had them. Nakwama, the men, and the Nakwama.Ebony. A leader had a measurement. Not one more. Ebony. Stop Ebony.Luxa, Anna, where's those? Ferma, Ebony, here, Ebony, Azul, Ebony. We 尽可能在战斗中协助你。A leader had me. Anna. Nakwana. Ebony. Nakwana. Lusa.A leader had me. See some not a...Ebony. Azul. Ebony. Here? Azul. Ebony. Nekwama. Ebony. Azul. Ebony. Stop. Akiro have. Ebony.
Avenue.
Azul, Lakwan ma? Ha, Kora.
Alidet Hashemef, Anna, Anna, Lusa, Alidet Hashemef.Alidet Hatemef. Hashemef. Alidet Hatemef. Nusa. Anna. Nusa. Anna. Anna. Anna.Alidet Hatemef.我尽可能在战斗中协助你。Alidet Hatemef.Your captain.
感谢真主。塞蒂玛尼亚和艾布罗山谷的城旗已经被我们英勇的军队踏在脚下了，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塔里克和穆萨要被迫返回大马士革，失去了他们的统帅指挥，我们想要打败阿斯图里亚斯将会变得十分困难。征战的日子变得一天比一天艰苦，我会继续记录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但我真的很害怕我们的国土会在外族入侵和内部动乱中土崩瓦解，如同许多已经湮灭的国家一样。